高铁出游丢失行李是错拿还是被盗？我觉得高铁挺安全的呀。首饰和衣物总价值支撑约40万。可疑男子匆匆出站，有人接应支取行踪。这一个嫌疑人有可能是个惯犯。兵分三路，警方能否追回蓝色行李箱？就怕贼惦记，一线正在播出。江西省南昌市的关女士在海外留学，2018年6月28日休假回国的关女士到杭州旅游，便捷的高铁是她出游的首选。上车之后，关女士随手把行李箱放在了车厢尾部的座椅后面，然后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她和行李箱之间隔了五排座椅。我觉得高铁挺安全的呀，我就把那箱子就放在那第一排座位的后面。没有想到列车将到杭州东站时，伴随着他一路的好心情瞬间被打破了。快下车的时候发现箱子没有了，然后我就很着急，到车厢里面到处找。周边情况旅客也问了问有没有看见这箱子，都没有。这趟列车的终点站是上海虹桥火车站，在杭州东站只做短暂停留。丢失的行李箱，关女士马上找到乘警报案。乘警来了以后带我从车厢里面找了一圈，然后包括那个就是餐车部位啊，或者是那个还有那个就是车厢的厕所啊、洗手间这个地方都帮我去找了，但是我没有找着。他上车以后呢就疏于看管，然后坐在座位上一直在玩手机。从上车到他发现箱子丢失已经经过了7个停靠站，这7个站都有可能箱子被带下车。那么当中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到底是箱子是误拿下车、错拿还是被盗？所以首先我们要甄别的。到杭州东站为止，这趟列车已经停靠了7个火车站，车厢里的旅客上上下下更换了好几批。经过检查，列车上没有无主的行李箱，这就排除了其他旅客拿错行李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关女士的行李箱应该是被盗了。高铁列车很快从杭州东站开走了，关女士丢失的行李也没了旅游的兴致。就是我以前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物品，就我的裙子呀、项链呀、包啊，还有皮夹都在里面，全部都弄丢了。一询问，白衬、项链，有高档的奢侈品，有首饰和衣物。总价值支撑约40万。鉴于被害人所称丢失物品价值较大，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立即组成专案组，制定侦查方案。6月29日，专案组兵分三路南下，一路负责调取案发车厢视频监控，排查车内可疑人员。一路负责搜集南昌西至杭州东沿途各站的视频资料，追踪可疑人员活动轨迹。第三路负责走访联系同车厢的其他旅客，设法获取破案线索。怎么会这么巧，他这个箱子在众多的箱当中被拿走？当时我们也怀疑是不是他这个箱子里面东西我们讲漏富了，被别人看到了，从上车开始就对他进行了跟踪。专案组定下的方案是以箱子找人，民警调取了南昌西站的几处监控录像，从中查找关女士的身影。这是南昌西的候车室，这段呢可以很清楚看见被害人啊，他拖了一个蓝色行李箱在候车室里等。民警从监控录像里找到了关女士。从进站口到候车室，他一直带着一只蓝色的行李箱。警方确认这只行李箱被关女士带到了列车上。通过这个录像里查到这个箱子样子，然后再比对沿线7个站出口处是否有同样箱子下车。
就在民警通过调取视频全力查找行李箱下落的时候，负责查访乘坐档次列车旅客的侦查员有了收获。有一名旅客提供信息说，当天他从抚州东站上车，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在了车厢尾部。巧的就是他放的位置正好就是这个旅客报失丢失的箱子位置。据这位旅客说，他放箱子的时候这个位置是空的，并没有蓝色的行李箱。这就是说，列车从抚州东站出发之前，关女士的箱子已经丢失了。抚州东站是这趟列车从南昌西站出发后停靠的第一个车站，这说明有人在抚州东站把行李箱带下了列车。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我们的一个侦查的前期工作量会缩小，也就是说给我们的破案争取的时间，嫌疑人跳出来的这种几率可能会更大一点。侦查员调取了车站多处监控视频，经过反复查看，他们果然发现一名可疑男子在抚州出口处发现了嫌疑人，令那个被害人提供的类似的箱子出站，行走的比较匆忙。下了车，到了这个出站的检票闸机，他有一个动作，就是插票出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因为只有是所持的车次是当日当次，才能够打开这个闸机，所以我们就更加肯定他当时是持票上车。侦查员立即联系失主关女士，经关女士辨认，这名男子携带的正是他丢失的那只行李箱。在站外走廊里，可疑男子打着电话一路小跑出站，看样子是在联系什么人。果然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等在这个马路上，里面出来一个人，帮他接过他的行李，把行李箱放在车的后备箱里面。终于找到盗窃行李箱的犯罪嫌疑人了。此时侦查员产生了疑问，在站外接应的人是嫌疑人的同伙还是出租车司机？犯罪嫌疑人是不是结伙作案呢？从南昌西站到抚州东站，列车运行时间只有25分钟，嫌疑人只乘坐一站车程就盗窃得手逃离车站，这符合以往多起盗窃案的发案规律。也不查，就一站路，非常有规律性。因为流窜作案的嫌疑人，他一般要降低成本，我就买一站路，司机下手，看到这种他认为价值比较高的一些物品，他会找机会把它盗走。侦查员调取车厢里的监控视频，也有了重大发现。就在列车到达抚州东站前，一名男子站在车厢连接处，他似乎在等待列车到站。一会儿，一名旅客到车厢尾部取行李准备下车，这时候可疑男子顺手把挡在外面的行李箱挪开了，这正是关女士的蓝色行李箱。男子拉出了关女士的行李箱，却并没有再放进去，而是留在自己的身边。第一次动完了以后，他在观察有没有人在注意我，然后过了几分钟再把箱子拿到连接处。列车开始减速，关女士完全没有理会自己的行李箱。可疑男子把箱子一点点挪到了车厢门口，注意每次挪动位置之后，他的手都不再碰箱子，而是用眼睛余光观察着车内旅客。对，很自然，就是他就一直在那等，像若无其事的，这个箱子好像是他的一样。应该从这个行为来看，我们感觉这一个嫌疑人
有可能是个惯犯。列车进站以后，车门打开，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一把拿起蓝色行李箱，消失在人流中。高铁动车是停站时间都非常短，基本上也是两分钟左右，所以这东西一下车，东西一下车，人一下车，一发现没有了，你追都来不及。监控录像清晰地显示，列车上盗窃关女士行李箱的男子与抚州东站出站的男子是同一人。这名男子姓张，江西省南昌市人。近期啊，他一直会每周从南昌到抚州，抚州到南昌，非常有规律。我们发现呢，他是每周至少三趟往返于南昌西和抚州东。这个情况又把他的一个嫌疑提高了。你为什么每周，而且都是短途，乘车时间吧，也就是20多分钟，这么频繁的往返？这个人到底是专业的盗贼，还是一时歹气歹念？看他的反复乘车的区间呢，我觉得他有点像专业流窜的。专案组根据张某的乘车规律分析，7月1日，张某应该会从抚州东站乘车回南昌。专案组决定在抚州东站设伏守候，实施抓捕。我们怀疑他本人还在抚州地区，人还在抚州。我们就集中了几路的侦查人员，然后伏击守候在抚州东站的候车室。经过10多个小时的蹲守，抚州东站最后一趟列车驶离站台，侦查员们也没有发现张某的身影。是张某留在了抚州，还是他有所察觉，改变了乘坐高铁的计划，警方不得而知。专案组决定派出侦查员到南昌实施抓捕。7月2日，侦查员找到了张某的家庭住址，没有想到当地实施拆迁，这里已经是一片瓦砾。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呢，很失望，因为这个也可能留的地址时间比较长，城区改造，我们去了以后，不是我们想象的高楼林立，而是一片这种全部拆迁掉的那么一个工地，所以这条路应该讲就已经走不通了。警方了解到，张某在南昌市一家国有公司上班。侦查员找到了这家公司，在该公司的配合下，侦查员将悄悄潜回南昌的张某一举抓获。其实后面的工作就是应该讲是水到渠成事情了，因为他南昌进来的时候没有箱子，抚州东出来的时候多了一个箱子。我说这个录像上的人是不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哎，他把头低下来了，而且承认了他整个的一个作案过程。根据张某的交代，侦查员从南昌赶到抚州某建筑工地，在张某临时居住的宿舍里缴获了全部赃物。这是两副耳环，对吧？嗯。然后一个手链。打开箱子，其实现金也不多，也就100块钱现金。其他的衣物啊、首饰啊，他也不懂，他也都没动，放了。当时箱子找到以后就归还给我，里面东西一样也没有丢，我还特别感谢警方帮我找到了这个箱子。张某在当地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他是一家国有公司的中层干部，抚州有公司的工程项目，他是项目负责人，所以每周都要往返于南昌和抚州两地。情绪很激动啊，边工作边哭啊，他担心自己工作没了，也担心给父母丢了脸。我自己都不能理解我自己为什么拎这个箱子，我长这么大37岁从来没坐过，这还是第一次。案发当日到抚州东站接站的人是张某的同事，他对张某盗窃行李箱一事并不知情。
张某声称自己盗窃绝不是为了钱，那么他为何鬼使神差地偷走了关女士的行李箱呢？嫌疑人其实呢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家庭条件也不错。说实话，我怎么可能是为了钱？我母亲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家里人吃饭是足够了呀。我父亲的一个月还有6000多的退休工资，再加上我的收入也差不多有10000多了吧。据张某说，案发当日他喝了点酒，从南昌乘车去抚州项目工地，在列车车厢里，一名女子吸引了他。我一直在玩手机，我也没太注意，反正身上一股喷香的味道过去，可能是女孩子吸引我吧，我也不缺钱。据张某说，关女士把行李箱放在车尾之后，就不管不顾地玩起了手机。对这名女孩，她突然萌发出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她当时就起了歹念，她就想把这个箱子啊拿走，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一时半会，我从来都没做过，长这么大第一次。就这样，张某不慌不忙地站在行李箱旁边。就在列车快要到站时，他悄悄地把箱子挪到了车门口。反正脑子也晕晕沉沉，后来下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拿下车了，接下来打开看了一下，但东西我没动他的。关女士丢失的物品被警方全部追回，挽回了损失。然而这次经历也给他提了个醒，外出乘车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的意识。因为火车呢，它毕竟是个公共场所，不像家里，也不是个保险箱，再次提醒旅客，就自己东西一定要看管好。这个我们铁路的公安机关对这个高铁列车一向是打击非常严厉，而且车上现在都装了监控，说警告这些不法分子，千万不要上车，上车伸手被背中。高铁列车连续发案，乘客丢失电脑包。他应该是一个作案的老手，或者是一个团伙。尾随进站，偷梁换柱，犯罪嫌疑人露出马脚。必须要抓他一个现行。铁鹰小分队便衣出击，抓捕行动一波三折，就怕贼惦记。一线正在播出。王先生在上海市一家公司做业务员，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乘坐高铁出行。2018年6月25日，像往常一样，王先生乘坐高铁到无锡谈业务。找着自己的座位后，他随手把电脑包和行李箱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我经常坐高铁出差，轻车熟路，再加上在单位连续忙了几天没休息好，正好能在高铁上眯一会儿。王先生一上车就开始打盹，从上海到无锡，这趟高铁列车的运行时间只有49分钟。王先生迷迷糊糊中听到了广播，列车即将到达无锡站，他连忙起身拿行李准备下车，行李箱还在，但是电脑包却不见了。电脑包找不到了，我一下子清醒了，这下麻烦了，笔记本电脑丢了，我和客户谈业务的资料都在电脑里面，这可怎么办啊？王先生心急如焚，他在无锡站没有下车，在几节车厢里四处搜寻，可还是找不到电脑包。很快列车又缓缓到达常州站，无奈之下，王先生只好到派出所报了案。不存在拉锁，他这个包跟他行李箱放在一起，然后的话这个包没有了，被盗了。包里面有笔记本电脑一台，现金1000多元钱，还有其他这个个人物品。常州站派出所民警对案件进行了初步调查，并把案件通报给南京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无独有偶，就在这天下午，南京火车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李先生的报警。李先生乘坐上海开往南京的 G7020 次列车，
在终点站南京站准备下车的时候，发现放在行李架上的蓝色双肩背包被盗，里面有一台价值7000余元的笔记本电脑。赎运到来之后，一些犯罪嫌疑人将目标紧盯在高铁列车上，利用列车即将到站前5分钟迅速盗窃作案下车逃离，致使下级列车旅客财物被盗案件呈高发态势。为了打击此类犯罪，南京铁路公安处在辖区内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打流窜、抓毒贩、破缉案专项行动，抽调多名警力组成铁鹰小分队，专门针对沪宁、京沪、沪杭、沪汉蓉等高铁沿线开展打击流窜犯罪行动。6月底那一天接案是3起，之后几乎每天都要有一起报案，都是拎包案，或者是包里的电脑被偷。铁鹰小分队对连续发生的盗窃案进行研判，发现多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相同，盗窃目标相似，有串并案的条件。我们只有从调取沿线各个车站、进站、还有站台、还有出站各种监控互相比对、互相梳理，才能有新的发现。侦查员按照以物找人的思路，调取了发案列车途经车站关键部位的监控录像，大范围搜寻可疑人员，全力查找被盗电脑包。然而侦查员把所有车站的监控录像查找一番后，并没有发现这两个符合旅客描述特征的被盗电脑包。就在办案民警开展调查时，又发生了几起旅客乘坐高铁列车电脑包被盗案。我们还是不断地接到报案，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要么在调监控的路上，要么在看监控，然后这个案件还一直在发，所以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新发案件同样采取的是拎包方式，专案组分析很可能系同一伙人所为。如果是旅客见财起意，不是这种专门作案的人的话，他发案频率不会这么高，所以我们分析他应该是一个作案的老手或者是一个团伙在这个地方活动。就是这种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的话，应该是不是一个偶然的，而且这连续方案应该是一个惯犯。旅客被盗大多是从上海或者南京整点发车的城际列车上，沿途停靠的站点较多，上下旅客也很多，犯罪嫌疑人盗窃得手后立即下车逃离。侦查员把调查重点还是放在身背双肩背包或者手提电脑包的旅客。对，多方面的调查取证以后，我们确定一个对象，但在我们这个购票系统里边始终没有他本人的身份信息的一个购票形式出现。这名中年旅客身背黑色的双肩背包排队进站，他紧紧地跟在前面一位旅客身后。当旅客插入车票闸机打开后，中年旅客快步尾随过了闸机。难道他仅仅是为了逃票才出此下策？穿蓝色上衣 T 恤，进站的时候背着双肩包，出站的时候身上双肩包没有了，反而是带了一个大的编织袋挂在肩膀上，这应该是一个疑点。其实他这个反常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因为这个我们高铁上面也没有这个很大的物品给他购买，也就是一个餐饮，所以他进站一个双肩包，出站一个编织袋，这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我们通常会比较反常的一个行为。这名可疑旅客背着一个硕大的编织袋出站，他的背包哪里去了？编织袋里隐藏了什么秘密呢？我们就是把他引申到其他发案车次的进站出站去找他，陆陆续续都找到了他的身影。每一次着装都不换，而且他这个年龄啊也50多岁了，
而且他这个我们监控拍到的这个背影也好，侧面也好，人物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对我们的案件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突破了。每次列车上发生盗窃案，总能找到这名可疑旅客的身影，然而警方却一时查不到此人的真实身份，这是为什么呢？好比说今天出现在南京，明天出现在常州，但是他从南京到常州怎么去的就没有任何轨迹，这就更加增大了他的疑点。经过核查购票系统，可疑男子当日并没有购买案发列车的车票，而是购买了其他方向的短途车票，购票使用的是假身份信息。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名高铁大盗十分狡猾，应该是个长期混迹在铁路沿线的盗窃老手。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传统侦查手段和现在的这个科技运用啊，基本上锁定了的这个嫌疑对象是肖某。肖某，河南省信阳市人，曾多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他十年被判刑了五次，也就等于他这十年的三分之二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铁鹰小分队开始主动出击了。对付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必须要人赃俱获。我说给他量身定制一个抓捕的方案，就是必须要抓他一个现行。侦查员连续多日在沪宁县沿线车站伏击守候，等待目标再次出现。将近40度的高温，那边也没有空调，都是在户外，守了三天都没看到这嫌疑人的身影。7月19日中午，在上海站站台上，一名背着双肩背包的中年男子混在人群中，目标终于出现了。大家互相交流一看，这个人正是我们千辛万苦要寻找的肖某。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我们搜到了。侦查员悄悄跟着肖某进站上车，暗中观察他的动静。肖某进站时依然是老套路，尾随旅客闯入闸机。他这个每一次并不是每一次都得手，所以我们一直在继续盯控。肖某行事非常谨慎，他仿佛感觉到身边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多次试探周围情况。车子来了，他装作上车，在这时候站台上已经没有人了，他会突然间下车，在临开车前几秒钟他会下车，如果我们侦查员紧跟着他下车，他就会发现我们侦查员，这是他的一个套路。在站台候车时，肖某总是找地下通道等偏僻处等候，等列车进站时他才突然跑进车厢。当时我们一开始跟踪他是大约7-8个侦查员一起跟的，就沿线他通过各种手段换站台了，或者是装着上车临时下车，已经甩掉了好几个侦查员了。当时我们只剩2个侦查员在车上跟踪他。连续跳转了7辆列车，肖某已经到了无锡站。他在站台上再次换乘了开往杭州东站的列车。一组侦查员也不动声色地登上了列车。进入车厢呢，他就是一个习惯的动作，就是迅速地瞄向那个行李架，看这行李架上到底有没有这个他作案的一个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寻找的作案目标，也就是笔记本电脑包。肖某把自己的背包放到了行李架上，他没有停留，便躲进了卫生间，将门反锁了起来，应该是为了躲避乘务员查票。
过了很长时间，肖某从卫生间走出来，径直走向了自己放行李的位置。他拿下来的却不是自己的背包。趁别人不备，会装作拿自己包的时候，把这个他目测的这个作案目标拿走。肖某拿下了电脑包之后，再次走进了卫生间，去翻看看有没有贵重物品，如果没有，他还会把这个包送回来，再放回去，也是他的一个套路。如果被旅客发现，他会讲：“哎呦，不好意思，我把包拿错了。”列车即将到达常州站，这时肖某急急忙忙从厕所里出来，他没有取回自己的背包，而是迅速从行李架上再次拿下另外一个电脑包。我们这时候给我们的初步判断应该是得手了，里面应该有贵重这个笔记本电脑。至此，侦查员拿到了铁的证据，常州站派出所民警也已经在站台上严阵以待。列车门打开，肖某快步出了车厢，往出站通道口走去。站台上等候多时的民警迅速出击，当场抓获肖某，现场缴获了两台笔记本电脑。在大量证据面前，肖某交代了违法犯罪经过。王先生和李先生的电脑包都是被他盗取的。截至被警方抓获，肖某已经连续在高铁列车上实施拎包盗窃案件12起，涉案价值9万余元。快到这常州站的时候，我看挨着我的那个双肩包的前面的一个包，我牵扯到一个的盗窃歌手。其实呢，他最早的时候卖过服装，也开过饭店，其实原来也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工作。50多岁的肖某曾经也是一个收入不菲的小老板，闲来无事时，肖某迷上了赌博，从几十元到上千元，赌注下得越来越大，很快把多年的积蓄输得精光，又四处找朋友借钱，欠了一大笔债。为了尽快挣一笔钱到赌场翻本，肖某开始在火车上实施盗窃。2006年，肖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第一次判完刑以后出来，他并没有收拾，而且他的妻子啊都跟他离婚了以后，他更是肆无忌惮，所以这近10年几乎出来就干，也就是每一次出来的时间不长，就被我们公安机关给抓获了。从那以后，肖某多次因盗窃被判刑，每次刑满出狱之后，他都很快再次作案。他自己背的双肩包其实就是个道具，他就为把他的包放在作案目标附近，在他作案的时候，如果以防被被害人发现，他好辩解说我拿错了。为了掩人耳目，肖某每次都在背包里带上一个编织袋，进站时背上背包，出站时就把偷来的电脑和自己的背包放进编织袋里带出来。这个嫌疑人啊，其实他应该讲叫自作聪明，多此一举。肖某的作案地点就选择在高铁列车上，他四处搜寻麻痹大意的旅客，对疏于看管行李的旅客伺机下手作案。上车了以后，旅客啊都是把笔记本电脑包放在自己的头的正上方。其实坐车的人，这个没有去研究这一块的人可能不知道，其实这是自己旅客的一个视角盲区，头顶你是看不到的。警方提醒旅客，旅客在上车后要及时将自己的行李物品放置好，特别是贵重物品要放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时刻保持警惕，不要睡觉随意离开座位，低头看手机，不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